这一爆对有刀的情况下对空了一下，很容易拼到相杀，这一血量扛不住啊，这下最后二十秒的时间直接给 VT 加出，哇靠，精彩啊，被直接彩虹滚滚中，再走一个啊，又是这一拳，最后一个云点直接 VS 躲掉了， nice 啊，这一波这个波过来就很难受，不想防，用镜子反打有点帅，这一波哦，这一波是真的有点帅，很直线，很跳压过去，再一个头完了以后，这里 EX Bingo 被开中了，别出事啊，凹塔没有能量可以凹，完了 MOV 这波要防不住了，他没资源，只有 V 啊，十八秒的时间，你打算没有指令头还能去追，直接 VT 过去，这个距离不对啊，啊哦，十秒钟，九秒，八秒，还有五秒钟，身躯血量有一点点落后，就不会平局了吧，哇，这一波三折到底啊，身躯赢了，我靠，直接 V 闪全部交完，这里下重拳对空，哇，这下一个 CA 穿波，而且是穿 EX 的波，佛斗的这个反应又起来了，然后梅老板变成铁桶阵了，就是你无论怎么点我都不破防是吧，这边重拳给到一个碎靠，一个 CA 直接过去要打吗，藤村直接裸开 VT， 这一灯藤村怎么好像突然有点打不过去了，梅老板变成铁桶了，我靠，哎，这一波防守有点猛啊，三十七秒钟打出一个 P， 你能想象？马查波现在手上，这个绝望，绝望，真的绝望！而且 Kissmam 这里好细节，他打了一个刚刚好能量够的连段，才凑够这三个资源。这里投到一发，追过去，这一下，哇，嘎师傅好反应啊！他有点担心自己会被对手摆到，所以选择的是安定防守，然后 VT 打完了这一波 EX 帕拉贝拉，打完以后就轮到嘎师傅说话了，这一波你压不死他，那嘎师傅就要来搞你了，哇，这一下反手一穿，但是下中鸟命中，这一下能不能追得到 VS 再追，躲过一个冰块再来一手，哇，刚才哇，他现在面对那个泽呢，做这个选择题非常的简单，有 A、B 两个选项，我只选 A， 我只选，我永远只选 A， 对吧？这样我就有50%的概率，对吧？想那么多干嘛？我就只选 A， 就拉后，对吧？Photo 其实不想让他用霸体来爆 VT 的，哎，但还是让他来了，他没有选择爆，先一个 TC 放脑，这边还要追，直接 VT 取消了，这一波下重拳没有责中，重拳追中一个 V 闪， Photo 你喜欢用 V 闪，这是众人皆知，这个伤害真就是一拳啊，假青鸟这里没有死，没有死有点尴尬，这里 V 闪出门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，这个肯定没了呀，板桥没有一拳直接把他秒掉，这个对决还蛮刺激的，就是可以用来针对丙爷在板边的一个复合发火啊，他只要喷出来了就可以用 VR， 哎，经典乱搞来了呀，这种人什么摸完以后不立针直接来一个升龙，然后丙爷交情况有变，还好还好，最后一个中断，哎，现在梅老板优势，丢一个 EX 旋风强攻，这个旋风还可以再用一次，哇，这个脚刀被防住是真的重伤了啊，除了这个旋风真的是拉满，他可以挡三段搏，哎，还可以再做一次进攻，真的是爽飞了，接下来梅老板这里，哦哟，连续的发波属于自杀行为，真的今天组内这个 VS 用的是真的有点潇洒，我只能说青鸟杀，哇，这一下被圈粉了，兄弟们 ，VS 躲 V 闪，再一拳回去，这是我见过最牛逼的闪避了，真的，这 VS 用的又出神入化 ，EX 一拳过去，掏刀子开始考试，哎，这个对局有点绝望，对局，就是组内打出一个可以让古烈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还手的对局，这就是。这里中拳摸完以后想要晃一下没晃到，下中鸟交出 VT， 这一波有机会的，可以再压的，而且这个连段可以打得挺长的，下段 VT 送上去一个波过去以后，哎呦，这个连招打得下不来了，哇，直接就打晕了，这修正挺大的，看一下那波这边是要怎么来打这个连段，下重拳三个，哇，这个连段是真的又臭又长，第二次猜选择一个后跳不错，拖掉时间就行了，
只要拖得越久，胜算就越大。这里 TC 直接 V7 交出来，挠头开始考试，先选择一个头，体内要爆炸，这个站中脚，哇，直接，哇哈哈，帅呀、啊，真的帅呀、啊！上一次站中脚 V7 引爆那个炸弹的时候啊，那深居选择跳起来去截，发现截不中以后，他修正了一下这个路数，直接用滑铲把对手铲倒。那这样的话可以再来一个 V7 则正逆，这样就很完美了。哇，这里抓中了，这个直跳直接截掉了对手的一个二段跳，哇，帅呀、啊，完美对策。可以呀、啊，深居啊，这一波是真的打出来了，后面没法连。要是有了连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接个 CA， 他刚才应该可以打 V7 的呀 ，V7 以后就可以连 CA 的呀。立川没连呀，你说这个事情啊？哎，跳出去，呜呦呦呦呦，这什么东西？我操！我操！哇！这什么东西？那先发个波暗示你一下。这里怎么说？这里百鬼时间这一下没有截住，旋风倒地过去没有死，我想留我。立川被秀智商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血量优势是有了。但普盖啊，手上是有一发定时炸弹在的，他一直都是。这一下一个升龙真的打进去了。他手上还有一个蓄力全在，哇，这是什么反应啊？对手的这个招还没出来，他就一个升龙先把你拍下来了。这是要多离谱有多离谱！喂！啊，这一拳，这突然间就蒸发掉了！哎呦，这个对局是真的难顶啊！这下滑铲没有中，他本来是想开 VT 的，再来一次，这一次可以打上了。走正面，加成有力，往后往拆可以。滚完以后过去 EX 可以打死吗？没有 V 槽啊啊！这，哎呦，这都让你逃过去了，死呀！不讲道理啊，超远距离一拳过，哎，还没死啊，难度不低的。现在雷蒙这边选择拉距离，哎，可以啊，这一手，但还没有结束。车林这边，哎，这里延迟，哇哇，这个点上还能抓到插盒，直接撞过去，然后开 VT， 开 VT 以后呢，再走一个背面，对吧？哇，这边直接用 VT 解掉你所有的 VS。板桥这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这个蛮尴尬的。这一波过去晕点有点高了，直接拔起一脚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拔起一脚压起身你见过？我没见过呀。一直被磨下去的话，哎，这里有 V 槽了，有 V 槽了，有 V 槽了，找一个 VR 下出到这里连环，哇，又是这个清泉，真的恐怖。马超炮怎么来？哇，这个有点草率，没有必要啊！人家明明是要滑铲的，那被反手躲了一下。但现在这里是滑铲交 VT， 空间直接中，直接往后闪，用升龙来追，再追，丙爷一个后后躲掉了这一下。马超炮有点着急了，因为距离被拉开了，两个人拼命的投，谁也投不中谁。哦，这里重拳预判对手的一个 VR 啊，这边炸弹在身上，引爆吗？不引爆。对，哇，我靠，这是什么呀？我惊了，这都行啊！这边又是一个 V 闪放倒，接下来这个点上不太好处理，他只有哇、哦，不是吧？你算命先生啊？哎，你什么都给你算到了，那对手玩个蛋啊！哇，这个中脚好爽啊！我靠，我得好几百年没有见到这么爽的中脚了。EX 火 ，EX 剪刀脚 ，nice 一波成功翻盘，神狙，永远的神 ，YYDS 已经是连续两次失误了。普格拉这里给足梅老板机会，梅老板这里怎么做？应该是准备要发破交兵，哎，两个人一人一个坑蹲，好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梅老板开始了，你有本事过来啊，抖起来，对，挑逗他。这里啊哈哈哈哈啊！没想到普格拉在这个点上面选择了抢招，这边 VS 有吸到，那这样可以拿一次进攻。现在 Oniki 这里不错 ，EX 剪刀脚。不过我今天还是要承认 Oniki 比我大啊！啊！这边重拳又中了，都不需要 VT 了，一波过去，佛罗要没了。哇，这里打到康，哎，这个中脚你能抢得到？这个抢到以后怎么翻？他要直接秒的话就行，他有带 VT， 要直接秒，这个血量直接秒的话，得起手打一波很痛的招，打到了，哎，没接上，完了，哎，这个人白给了，你真的是不配赢啊，兄弟，你这个撞是什么东西啊？
这里应该还有一发镜子要交。佛陀这边想用拳头去硬拼，交个迷闪出去，好的，再来一个迷闪。你是把迷闪玩出花来了是吧？这里还有一个膝盖，哎，这里你我、哦、没气了，这个大哥，这个下重拳就是纯赌命了。拳的头则没中，重拳给到碎康了，兄弟，这一波会有点痛，而且接下来是有到斩杀线了。梅老板要开 VT 了吗 ？VT 都不开了，好吧？哎呀，四连投吗？这边直接硬斩吗？我这边镜子丢出去，最后哎没了。Nemo 也是着急，他不着急也不行，好吧？这个点伤不叫镜子，他干什么呀？啊，死了。怎么来？能不能打得到？组内这边又是开始了慢慢的防守，这一回是打得真的好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我再也不说了，不再不说了，不乱说不乱说。看一下最后这一下，中拳打复合没有中，这一下把对手拉回来，折了自己一波，这个血量啊，不是吗？这个点这里被偷一个钱钱，不是吗？这局我都觉得可以赢了，还是被堵到这样一下，他是在注意对手的什么动作呢？板桥这边很小心，就这边用轻攻击，不想让对手啊。我觉得接下来有可能会选择蓄力拳赌一发，他蓄力拳没来呀，这一波不太妙，不太妙。这个蓄力拳，哇，直接是抓到了你的 V 闪呀，这一下。但这个 VR 不是不能追，一个前重拳应该是追得上的。哎，这边直接被打了一个 CA， 完了。上来第一灯 ，Sako 这边用自己的拖延战术，活活的把梅老板给拖死了。哎，没死，哎，但是这个点上面很难搞啊。麦奈特这边拖延能力很强，直接发波过去骗 VS 加一个 CA， 哇，但没死呀，这没死呀，我靠，啊！到这种局面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交 EX 波了，因为 Sako 这边表现出了一个进攻欲望，前进的话有可能会吃 EX 波的。先来一个，没中，两发，这里连续两发，距离有点远，哇，还是把对手的这一下给算进去了。你反一个波，我最后一发能量出来。风禅这里已经准备要打防守了，防守反击的途中会有一些偷鸡的行为，你能不能捕捉到那一下偷鸡？能不能就问你 Photo 能不能抓得住那一下，很谨慎，时间就慢慢越来越少了。而崩餐这里一直没有出手，这个炸弹丢过去魔血，崩餐这里马上要有 VT 了，他就在等这一刻，这一刻可以惨了啊！直接被骗了个头，三下就死了了，这修正已经大到 40% 了。冰爷这里算捡回一条命，这一条命捡回来以后，撒口在火里待的有点久啊，你干嘛你？这边没有带 VSR 的话，他那个哎呀，直接是被对手预毒了。这 Photo 这什么妖怪？哎，时间越来越短，风铲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这里你要怎么来翻？先一个头，头中了，这个血量有点追回来，铁山靠过去，马哥直接抢，再一个铁山过去，再一个铁山过去，直接凹了，这个王八蛋真的不是人。这个打得非常的漂亮。真的是超 nice 的一击，交 VR 没有交中，这一下丙爷看到你 VR 没有中的情况下，第一时间也是给出一个反应，这就是线下赛，真的是任何一个失误都会给到对手一个绝佳的机会。来了，下中两摸中，交一个 VR 空，哇，这，我就空在一个下中角的距离，我也不想压死你，我留一点距离不给你跳出来，我就可以一点点拳脚来打你。但现在梅老板这边要把你给发死了呀，真的，你还有那么好的耐心？这边镜子抓中对手的一个发波起手，直接可以要一个大伤害了，落下来继续修正，第二发镜子继续中，有点狠，这就是东大吗？你能感受到那种进攻的耐心吗？这一波墙角我可以一点点蚕食你，带走。但梅老板现在也是一样的啊，这里撞中了，但是是 EX 开的，所以一波死不了。梅老板落地直接 OCA。 哎呀，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，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，那你只能是喜欢我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。